嗱，咁今日咧同大家嚟到一間香港比較大型嘅積木，即係 LEGO 專門店啦。叫積木就好聽，即係好啲啱啲，因為積木比較統稱啲，咁啊唔係某一個牌子。咁當然好多 LEGO 嘅嘢喺裏邊啦。咁同大家上去睇下，咁就開始我哋香港購物攻略咧，唔知第幾集啦。咁就我哋會同大家換嘅 TV 會同大家一路 update 翻所有香港嘅值得同大家報道嘅玩具店嘅。咁地點好易揾嘅，即係就喺佐敦。咁留意翻我哋嘅 Google Map 啦。咁just have a look on the Google Map. We attach with this video and we try to locate this shop for you. Quite a big one in Hong Kong, and they have including a wide range of Lego and bricks, etc.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we are going inside the shop.It's located at Jordan MTR station, and it's very close to one of the exit. 好啦，咁我用翻廣東話，咁原來咧知道咧都差唔多有幾億人係用緊廣東話，全世界各地，馬來西亞、泰國啊、香港啊、澳門啊、廣東省啊咁樣。咁幫大家睇下咧，其實咧裏邊第一層咧就係、是、主力咧係一啲即係兒童向嘅積木嘅，即係啱小朋友啲嘅。咁啊，同埋一家大細嚟就啱曬，因為地方就夠曬大啦，咁啊好齊，咁啊唔使我講，你自己睇啦。咁咧就好特別嘅，裏邊有一個小型嘅好似會客式嘅物，咁啊地方，咁可能爸爸媽媽會咧可以坐下，甚至或者買咗玩具之後咧，自己即場開得唔得咧？我諗得啩，咁你到時問下店員啦。所以呢度一個好好嘅親子又好，或者嚟消閒兩三個。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寬敞嘅地方啦。咁啊，一個大細嚟買自己中意嘅積木咧，其實一樂也嘅。咁啊，要講講喎，唔係淨係得10蚊仔嘅啱嘅積木嘅，其實有好多大人。不過呢一層咧，就似乎係專登編排咗係比較多小朋友啱玩嘅積木。好啦，咁啊休閒啦。咁呢度嘅店員都非常親切嘅，我同佢講。是非常親切的，有很多大的 display。 我跟大家上第二層看看。咁要再上多層樓梯的，其實第一層已經要差不多上大概兩層啦。咁咧第二層再上一層，是很有特色的，因為它基本上是用了一個香港比較很有歷史的建築物，即係得三四層的 building 咧，就將成個 building 咧就變成了呢個店嘅大部分嘅空間。我諗斷估每一層嘅面積大概都有2000尺到，咁所以嚟講，積木或者玩 LEGO、儲 LEGO、買 LEGO 嘅店嚟講咧，呢間香港嚟講都算係其中一間最大面積噶啦。咁你如果講講商品嘅豐富程度咧，呢一度咧就都可能是最好的一間，所以想找齊的東西呢，新的東西呢，這裡都是一個來香港的好的選擇。好了，去到這裡呢，其實這一層呢都有一個好像會客室的物體，望到對面，望到九龍公園，是很漂亮的地方，是很不錯。那個舊 building 嘅活化翻新程度非常之好。好啦，咁你大家自己慢慢欣賞呢間香港嚟講都叫差唔多最具規模嘅積木店，獨立嘅獨立經營嘅積木店，好難揾噶啦，係啦，支持支持。好，咁大家留意，繼續留意翻我哋玩具 TV， 我繼續同大家介紹唔同嘅香港玩具店，或者國際嘅我哋玩具店。咁咧，歡迎多多俾意見嘅。咁咧，我哋都會繼續咧，同大家介紹香港嘅不同嘅玩具店，甚至世界各地玩具店。咁希望咧，繼續支持。拜拜。